創世記第二章第十六節，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說，我不知道為什麼覺得我這麼多年當中都是即是你說我腳頭不好有什麼路，我去的教會就死給我看，我去個學校又嚇執笠俾我睇，我甚至連去一間已經幾十年嘅教會，問你都睇，即係 Hamilton 嗰度。啊，我去完之後轉個身翻返去溫哥華，啊嗰度就係即係1948年釘馬讚美復興嗰個嘅雷齊爾嘅牧師嘅仔去帶領噶嘛。啊，咁我翻返去溫哥華，翻返去 Tiding 教會總會，啊點解去廁所嘅時候見到隔離就係個牧師嘅？啊，原來翻返嚟啊！咁瘋狂又翻返嚟呢度，嚇執咗啦嗰間，哇咁瘋狂！即係我差唔多去到邊度咧，都發覺咧神讓嗰啲人死俾我睇嘅，因為佢死俾我睇嘅情況，但係你要諗下，即係話等於成堆碳，成班毀滅曬，啊又出到粒鑽石一樣。我其實同佢哋一齊經歷嗰個糟蹋嘅，即係如果以糟蹋嚟講，我一齊經歷嗰個教會嘅毀滅嗰種糟蹋。我一樣經歷嗰間教會嘅牧師出咗事有問題，我一樣係經歷咧。睇定佢哋由2000人變咗400人，即係 Gladi 呢個牧師當時話佢係同性戀啦，即係女牧師。我係直成 exactly 嗰個禮拜就喺度噶啦，嚇！即係我一齊經歷嗰個糟蹋嘅嚇。但喺呢個教會當中咧，2000幾人變成400人，但係我維持住，我去咗第二度，係咪？即係話佢哋其實嘅糟質咧，我都喺度。雖然我話啊，但係呢啲人死俾我睇。但其實咪即係我喺個環境咯，我喺信仰上嗰種毀滅嘅環境當中，但係我出於嚟而不染咯，我翻咗嚟啦，係咪？即係聽落好好笑，但係相對亦係令我警醒啦。即係每一次見到咁叮嚇，即係如果我講我曾經喺翻嚟嘅時候喺嗰邊嘅社會教會嘅年青人團契咁，我睇見哇有一個叫 William 嘅人，哇就真係覺得自己好威啊，成日扮成龍嗰啲動作啊，又即係好似好。俾人覺得佢識內功啊，嗰啲好低能嗰啲啦，咁啊成日將架 GM 車改到好似保時捷咁啊，喺度碾車啊，又搞出好多道德問題啊咁樣，啊咁就喺我面前寫俾我睇啦，嚇、啊，因為佢有某啲嘅背景同我類似啊，咁我知道哇咁犯咁唔得噶喎，即係直成就咁就冇咗信仰，諸如此類好多呢一啲喺我身邊人，由於我一上機嘅嗰日係咪，我係年青人團契嘅副團長個正團長撞車死咗。哇！你真係講出嚟，你都驚啊！真係，即係尤其是我讀嘅 Alpha 學校，我讀完之後嗰年就執咗，哇！幾瘋狂，即係好多呢啲嘢咧，直成係我成日都覺得㗎，就係、是、好似神擁我去嗰個環境當中咧，啱啱講得切嗰樣嘢被毀滅啊，係咪？但係而家好似呢個時代係啦，但係問題就如我所講啦，就係、是、如果神要製造一個鑽石一樣嘅性格嘅話咧，唔係話讓佢避開曬。所有的污染、所有的壓力和同一世代當中一起面對的坎坷，其實他要在正中間，但是他呢能夠自己勝過，這樣才是鑽石嘛。但如果不單止自己人的勝過，帶著一班人一起勝過，這樣才是拿命嘛，明白嗎？這些才像神嘛，這個是不是？那是不是呢？成安，成安是啊，即是你們跟了我，有些跟足差不多30多年了，你真的見證、欸、我一生真的很傳奇的，即我通常用一個籠統啲嘅字眼，但係你發覺真係認得好緊要喎，係咪？即係睇住我身邊人死，但係而家基督教就真係咁玩完，佢哋冇足夠嘅預備。但係如果而家以今日我哋坐喺度嘅時候，咦，我咪真係好似弱身啦，做足曬呢啲饑荒當中嘅預備㗎，嚇乜嘢邊嘅 angle 都預備曬㗎。即係如果你話網絡會敗壞我哋嘅信仰，啊，我哋有網絡去建立我哋嘅信仰嘅，係咪？即係無論經濟啊、任何嘢啊、神蹟啊，啊，如果你話而家疫苗導致到好多人出事。哎、我哋又有已经有呢方面教导嘅，即所有嘢你发觉，哇！神俾成安预备带领，即一定我觉得后世之人先至真系见清咗成安嘅全貌，因为而家你只系见我片面，有乜讲乜啫嘛。但系后世一定对我哋更详细研究，就好似我哋而家研究主耶稣个时代一样，即会有更多研究出咧我哋嘅出类拔萃嘅，因为有啲嘢太过系呢个时代创新地出现。而我哋就差唔多好似預先知道曬，並且知道咗之後咧，就好似活過喺呢個時代最前沿，然後翻翻去歷史當中做最啱嘅嘢。仲要咧，因為好多所謂啱嘅嘢唔係做一下，係要累積，係真係要累積嘅，先至係可以叫做駕輕就熟到
地活在现在，我们讲现在这个时代和光景，只是面对针子啊，很多这些都撂搞了，根本。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秋声万空烈浪，正世述福与祸，或会为我援救孤抗，飞风叹息问远航，历世里全无摧毁过失措，时光如梭，观远天看星河，却费荣耀散播，主人天众星受唱和，神仙创造天创山河，而天方大显作，神创世是远代太初，论功过气去渺命如尘锁，我放声高歌，不管是世失去什么，遭颠簸信靠着父神答过，确切内心天信得救助，连月抵我，我心稳妥，承受应许，怎忍上过？